我手机是没。但是它的那个物价水准的话，有点像大家来说话的。台币换算台币时间要乘以三十，就3300，但是美国收入台湾三倍，所以实际上感觉在花一点。开心了，因为竞争蛮激烈的，一条街有四家，各种格斗宾馆。比其他运动项目便宜的话。干掉吗？全面，全面朝前。当你全面握住的时候，的话，你手肘往前。
不就是要用力啊，鞠躬的感觉很好，对，很好，我知道，然后蹲一点回去 OK， 好，谁这边说的确实话，这个是后有后期不管后应该怎么样，会正常，对，还要正常，对，全结花就正常，旋转的时候动作就会非常的慢，来再一次，来到底这边、等一下变成是边移动边出拳，边移动边出拳，等下再出去的时候就是往前放，往前踩后脚跟放，老后脚跟 OK， 旋转地板屁股往后推，好，屁股往后推，屁股往后推，旋转地板，对，好，来 Go， 好，你刚才发力是不是前脚先往前踩，就是力量是前脚往前踩，你要感受到是后脚把你的身体推出去的感觉。OK， 再一次，来胸朝地板 ，Go， 好，继续往前走 ，Go， Go， 你看你会变成是这样，不要动，不要动，不要再拖，不要拖队友，你会变成是就很刻意的要这样踩第二颗。你看我看镜子脚，看镜子后脚比较快一点，我进去的时候就是丢把直接跟。你会变成可以，第二个要可以踩，不要可以踩。来，基本动作，胸朝地板。我前几场今天都很无聊，我们就练。没有，可以解决一些疑惑的。胸朝地板，胸朝地板。OK， 对，接着往前放，不要太重，不要太重，对，对，屁股往后推，胸朝地板 ，OK， Go。又对又想 Go。对，手打手，手打手，你不用太刻意想脚，脚只是。带着你的那个协调而已，它不需要就是你一定要刻意踩。对，来再一次，放轻松球，全丢出去就好。来 ，Go， 手打直 ，Go， 速度要快哦，全的速度要快 ，Go。你的重点会在那个推出去的感觉，你应该是要在那个地方动这个感觉，不会是推。OK， 再来，往后推，你要习惯屁股这样往后推，然后胸朝地板，对，好 ，Go。打直哦 ，Go， 打直，手打直 ，Go， 不是吧？然后打就是打出去打，直接打地板，对 ，Go， 不要延伸，不要延伸 ，Go， 速度不要踩这里 ，Go， 你看了，你是不是脚都先走了，手才走？你要脚到手到，来 ，Go， 速手要快 ，Go， 手的速度要快 ，Go， 对 ，Go。哎，这样好啊，非常好，来，脚步一定要不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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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